你们一群废物！镇守师署只有几百人，攻了那么久，连个大门都攻不进去。镇守师署衙门易守难攻，谭玄林布了很多吉祥点，火力太猛了，弟兄们尽力了。找几个可靠的兄弟，穿上之前，发给谭家军的新军装，混进镇守师署。只要杀了谭玄林。 谭家军就是一盘散沙，不攻自破。是。哎，兄弟，你哪个部队的？司令，我们是八营的，刚从城南突围出来。城南被围了，你们是怎么突围的？ 咱们的部队什么时候穿过翻毛皮的鞋？谭四，通知老夫，部队里有刘副的人。是。快通知司令，他们要炮轰镇守师署，快！是。 给老子打！瞄准目标，准备开炮！报告。 他们要炮击署衙，司令，我们快撤吧！探四，探四，探四！ 往老城去撤，那儿地形复杂，对我们有利。好，往老城撤，快！走！啊！啊！